我是史考特，台湾出生，13岁移民美国，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，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，直到34岁那一年，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，将它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，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。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，管理最高业绩团队，同行业绩全球冠军，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协办人，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。这个 podcast 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，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，欢迎一起分享，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。第一手的资讯，最有意思的风尚。语言是一种艺术，买单公家有意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赖金贤。欢迎收听《报道有意思》。嗨，今天的《报道有意思》跟大家访问的是台语的李署长哈。东立贤，阿哥已经是台语路的，你做节目部哈，节目组的组长啦哈，这个活动节目组，这个活动，对，好，来立贤好，已经好，好，其实我访问过迄个立贤呐哈，你讲台语路哈，你是2022年成立的协会，对，协会是2021年成立的，伊当初来讲，这是一个台语家庭组成为主的。对，就是一开始，阮这群人拢是对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吼，啊，因为即马大家那是真正有意识，伫24点钟对囡仔讲台语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咱外口的环境其实，支持足少的，资源嘛足少的，嘿，所以即挂人需要大家小小做伙啦，互相支持啦，吼，尤其是讲阮的囡仔去，譬如讲你去公园啊、学校啊，伊就发现讲伊讲台语。同学听无呢，其他囡仔听无，所以因其实就需要台语环境诶，阮就是透过这共学团，阮伫咧共学的时阵哦，不管是大人甲囡仔，阮拢是足自然，其实就是全台语的空间啦，安尼，囡仔因就足惯势讲哦。就是有一群人讲台语的啊，因较袂讲，因为去到学校，吼、哦、学校无重视，啊嘛无人听有，转转来讲无爱讲台语，安尼吼，咱有讲台语，主要一个环境吼，大家都讲主要一个环境哦，像讲恁固定要甲囡仔讲台语，当然伊这环境起码是无够，恁来家创造嘛，是，那安尼是爱安怎去准备一个台语环境。上简单就是你爱对囡仔讲啊，大人爱对囡仔讲。即马真侪人是较无，因为惯势讲华语啊啦，嘿啊，你爱一直提醒家己吼，就是爱讲干咧，就为家己做起啦。啊，刷落来就是讲，其实阮有足侪家庭吼，伊厝里咧是大人，阿公阿妈明明拢会晓讲台语，但是嘛是惯势无讲。台语，尤其是面对囡仔的时阵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感觉也是爱回来到家长的辛苦顶，因为过去的这个顶一辈吼，因拢经过迄个国语运动啦，迄个的物件影响其实足大的，因为规个教育系统内底吼，大家伫个学校内底接收到的。迄、那个意识，迄个态度，就是讲台语无水准、无知识，较无好，所以因可能即马阿未甲即个物件变过来，唔敢，也是讲无想过讲买菜，甲囡仔讲。伊即马吼，你讲台语咯，这是社团哦。伊一生你是2021，我一八年前都已经有开始拢做伙活动。对，阮的共学团其实足久啊，至少有6年啊，遐尼啊久。囡仔拢是，像阮囝即马8岁，其实拢是一群朋友做伙大汉的啦，为伫咧涂骹爬开始熟悉的安尼。你是安怎感觉讲囡仔一定爱来讲台语？因为应该蛮感受到，即台语环境是较辛苦的嘛。这就是我最有兴趣的问题吼。我较早伫个共学团内底访问足侪家长啦，问讲啊，你想要对囡仔讲啊吼？啊，我就发现讲每一个家庭伊的条件、伊的选择、伊的原因，其实拢无啥相像。有一挂人，伊就是足自然感觉讲啊，阮阿爸阿母对我讲台语，
我阿公阿嬷对阿爸阿母讲台语，啊，那是我到家我无讲安尼，就是就变变都是一件奇怪的代志哈。有的人是安尼，啊，不过亲像我家己本身，我的原生家庭，我的爸母已经无对我讲台语啊，哦，啊，我是因为阿公阿嬷的关系，我阿公阿嬷干那也要台语嘛嘿，啊，我就是生囝了后，才慢慢啊发现讲，唔对呢，我那是无甲阮囝讲吼，我就会变作阮家族内底上尾啊一个要讲台语的人。哦因为你伫咧，领导上班啊，姐，我那是无对伊讲啊，因为学校内底一礼拜一节课，那有可能学会晓。因为台语是生活的语言嘛，我讲语言其实是文化的根基，其实伊嘛是我最近听到这两句，我感觉足水的。语言是文化的根基，嘛是族群的灵魂呐。嘿，啊，这个物件伫咧这个过来十冬以来，慢慢啊无去啊。啊，我感觉这是咱台湾做无菜的代志，应该爱，真侪人可能是无想过啦，所以无唔知影会是安尼做。我感觉你很公开足好诶呢。我伫日本读册，好到三十年前，我一概去，遐无网络嘛吼。啊，我读册足机票足贵，你嘛袂定来等来啊。啊，就第一届有去到台湾的歌戏，去日本表演。啊，就是看伊外口写台湾 ese opera 嗯嗯嗯，我几个台湾朋友去啊吼，刚看马赛都连落来哦，啊，未入去剧院哦，刚刚看也很棒哦。我想讲那个是什么款的力量哈？感情啊，嘿，迄个种真正一个文化的灵魂，讲也把你的内底迄个把你 Q 出来了哈。如果你有哈。啊！不过你讲，今嘛，咱也无做一寡准备，可能咱的囡仔伊都没有办法被召唤，嗯，因为伊无这个物件，哈。对，对，无唔对。啊！但是相对雨点的辛苦，哈，他都咱讲这个环境是无够的，嗯，一礼拜是无够的，一礼拜一节课无够，一节课是无够，这是底线啦。因为学校那是个无做，都个如海安尼。嗯，而且个工具种好多挖头井啊，哈，嗯，阿公阿妈吼，大家讲好势好势，鬼看到孙阿的讲。哎呀，那你要吃什么啊？是，这是无意识的啦，嘛不是雕工的啦，对啦，雕工的，伊绝对唔是雕工的。哎，那像讲，哎，咱家己那讲台语，可是你那嘛是去学校嘛？是，好，啊，你好，应该都有一挂变化了。对啊，个你看过去，亲像我之前呢，足侪人都是安尼啊。细汉甚至我之前呢，有真侪人去读幼稚园进前，可能是佫袂晓讲华语的哦。啊，但是你未了，就随会学晓嘛。囡仔拢是语言天才，你只要互伊环境，伊就学晓。啊，不过阮带来拄到的问题就是，你读国校啊、国中、高中，安尼一路去哩，所有的知识、所有学校内底做的代志，全部拢是华语的输入。所以，阮的母语就是伫这个。大环境内底吼，一直洗掉、洗掉、洗掉，嘿，啊，所以阮即马阮协会咧做诶工课，有一部分啊，吼，应该讲，阮一部分做推广，鼓励家长爱对囡仔讲台语，一部分就是做保育，买保育，保育台语囡仔，唔是野生动物在保育，吼，即台语囡仔吼，咱家己，咱生台语囡仔，唔是讲为妈妈巴肚内底生出来就好，是讲你家庭内底爱讲台语，啊，你自然就会请用一个台语囡仔。问题是这台语囡仔处理这个社会了后，敢有法度健康大汉？嘿，过去就是无，过去就是辛苦大汉啊，但是伊的母语甲伊的认同无大汉。啊，咱今嘛咧，大家嘛是社会咧进步啦，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啦，吼啊，有意识的人有。愈来愈多，嘿，所以阮做嘅工课都是希望讲，会使好即囡仔有较健康嘅环境，哦，所以可比讲，阮即摆办即个落进台语岛即个活动，哦，都是咧替阮嘅囡仔创造一个台语嘅时空，哦，你来到家，哈，我嘛设计诶足古锥嘅红啊啦，吼，要用迄个算拍电动嘅即个概念邀请，佮较侪少年人做伙来参与啊，即个活动是专台语嘅，但是嘛是以语言优先呢，哦，你。客气啊，是讲啥物？阮绝对袂讲啊！你来只干来才讲台语，吼，无这种代志。我连很讲者吼，足实际诶，因为像讲我是五年级的嘛，吼。我感觉迄、那个迄当阵诶，诶，国校啦，国中吼，根本就是迄个台语的屠宰场。你姐囡仔会晓讲吼，出来变作。
不未晓讲，有一个推啊，哈，佮无想要讲啊，哈啊！但是今嘛社会开始改变，但是我们这些人，当我们升格成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迄有诶，阿个是屌咧啊，哈啊，觉得诶、欸，你去学台语，那你不如去学英语啦，哦，学日语啦，啊，不你学韩语，哈、嗯。嘿，第一还学遐全部头脑啊，啥啊？这拢误会，误会吼！即马哎，对咯，即马讲第一哦，头脑介济哦，我真正就欠人个啊！我一个朋友吼，伊做个讲第一，伊讲我要妇女儿童就业哈，伊就去考政教，那伊就今年伊就去做第一老师哎，而且是伊就欢喜啊哈，讲哎，这是真正即马第一头脑真济。不过我们去讲说要不用囡啊哈，因为时间就长嘛，啊活动是去给囡啊讲第一所在。像咱这个活动去年，我去年有去哦，哈，2023年有去哈。这个跟顶个有啥咪无相像？好，这其实是母语家庭生活。对对对，这其实是阮台语老协会诶，足重要的活动啦，或者母语家庭生活节。啊，当年诶有无同款的主题？今年的主题就是叫做罗根台语岛安尼吼。嘿，啊，去年爱你讲母语啊。介单纯就是邀请大家做伙来讲母语，所以阮去年嘛邀请客家团体啊、原住民的朋友拢做伙来摆摊，甚至上台表演交流安尼。安尼哦，我去年有去哦，我真正刚刚中华夜一个机会，看到足侪幼囡仔吼，拢讲台语啊吼，啊个有诶，就是因为你冇挂靠足侪摊很可爱啊，佮有食物件呀吼，啊冇当过关诶游戏，对对对对，最好耍诶哦，啊内底冇有活动安尼吼。其实这个像说 Login 台语岛嘛，就是咱要登进去台语岛来的。是，我听起来这个活动啊，这是几天的吗？啊、对，几天的。我们今年是9月28日，吼、嗯，啊，再是10:30到5点，拢有几天的活动，大大好恁来敬来参加呢。嗯，哼、嗯，哎，地点是伫哪位？嘿，伫咧科教馆，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，树林迄间。哦，嗯，科教馆，嘿，伊迄间本身蛮值得看的、啊，是是是是是，就是台语团去看，诶，咱今日访问是台语路吼，啊，这条路吼实在是咱还较行较快嘞，还行较久嘞。过来是请以前啦吼，伊是这个这个活动的设计嘛吼。诶，以前你好，你是几个囡仔？我是两个囡仔，啊，两个小朋友，几岁到几岁？一个是5年，一个是3年。吼、哦。啊，我是这个是诶、嗯欸，我是这个台语到这个活动诶，这部组。哎，亲像要设计个讲台语，要个好囡仔来参加，啊，大人嘛爱有趣味，吼、哦。这边还设计，大人嘛爱有趣味哦。阮、嗯、即届是伫咧讲堂嘛是，会当好大人来听呀。阮即届讲堂有邀请迄、黄静南老师、嗯、啊，伊来甲阮分享十二生肖的俗语。哦，黄静南老师伊本身就有。迄、那个画水来册房，即个粉砖啊，所以伊本身讲话就足趣味的啊。嗯嗯嗯。啊，另外就是本土语言的讲座，因为邀请到阮家己协会内底综合团的召集人啊。嘿，啊，伊本身囡仔是3岁时阵才开始讲台语。嗯嗯。啊，因为环境的关系，因伊甲因阿母嘛是爱做爱夹头路嘛。嗯。啊，所以伊嘛细汉。囡仔细汉都去幼儿园啊，或者是国校。后来伊是综合，啊，个家己安尼坚持落来，嗯，囡仔才开始讲台语。嗯哼、嗯，啊，嘛是伊都在分享讲伊是安怎带囡仔，行这条路。安尼哦，我感觉囡仔讲台语吼，你有准备？因为家长讲，我准备要给他讲台语吼，光安尼啊个真辛苦。我有一个朋友当日本生囡仔，啊，伊怎讲要登来台湾？所以伊囡仔当然要读幼稚园嘛，哈，啊，伊个先介伊太太做有心的咯，一直甲囡仔讲台语哦。所以囡仔3岁话当然读幼稚园哈，一个接入去，伊囡仔当然骂骂好，是无托钱塞了。伊家讲同学跟老师讲的话，我一句拢听无，无人讲台语哈。所以囡仔就挫折哎，我哎，那准备加久，好，伊这爸爸妈妈更加挫折哈。所以伊刚刚讲，这个环境是怎样？你父母爱介开创一个新的环境，哈，他以创世纪啊。这个困难，你讲尤其是13岁才开始，对，哇，这嘛就艰苦的吼，嗯，就无简单嘞，哦，就无简单嘞，到时会当来听伊分享，伊是安怎来经过这个时间的。其实阮有足侪家庭哦，拢无一定是拄出世就开始讲台语，你想看3、4岁囡仔。
伊华语已经下下叫啊，即阵啊，那是家长要雄雄家发现讲啊，唔对，我应该讲讲台语对不？啊，我即马开始讲会呼，对，啊，我就是想要甲大家讲，唔管当时开始拢会呼，吼，永远袂想换，系啊，只是讲无同款的阶段，你需要无同款的策略啦。啊，家长爱有一挂心理建设，譬如讲你唔好叫是讲，我即马开始对讲，一过两礼拜都要应，啊，无这种代志，哦，因为因就是需要听足济足济的，系啊。你有一个办法嘛？譬如讲用囡仔歌啦，吼，还是讲讲故事啦。啊，你一开始嘛，唔要求讲一定爱完全拢讲台语，咱至少亲子关系是上重要的，爱藏台先啦。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就是有真侪成功的例啦。三四回以后，才开始讲台语嘛，是拢会使成功的。你讲到一个重点嘛，讲咱就爱咱囡仔讲台语，不过一开始环境都无法多啊，吼吼，小诶囡仔无囡仔讲哦，人家上去学校了对无吼，好，不过亲子关系上重要，咱个先顾一个，对，啊个爱提出耐心，吼，啊个继续等你甲咱回台语，吼。毛一定，甲囡仔讲台语的人，因做一个台语咯亲子乐团嘛。啊，啊，因就是家己写囡仔歌，啊，给囡仔来唱，给囡仔来、嗯、来听来耍安尼。嗯嗯嗯。诶、嗯，他、欸、都有讲讲，因为囡仔要开始有讲台语，咱当初诶，当然应该陪伴一个台语环境嘛。对，你只要对囡仔讲，伊就会晓。啊，即马入学了，当然即马是有较友善。嗯。不过是不是嘛，要有一寡准备。对啊，亲像阮囝拢是去学校进前那个，干那要讲台语的啦，嘿、嗯、啊，其实阮做在家庭拢是安尼，嘿、嗯、啊，即摆阮就会互相交流，讲、欸、哎，会使先甲老师哎，小子之类，就是吼，老师知影讲哦，所以阮是囡仔第一处理的母语是台语，嘿啊，其实伫咧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吼，伊内底有一条啊，伊就是写讲学校诶教学会使用国家语言来进行，吼、嗯，德语国家语言来进行，所以其实阮嘛是透过即个机会鼓励学校老师讲，你用。对咱来囡仔讲台语，对其他的囡仔来讲，伊、嗯、就是安尼会使加接触到咱的本土语言，加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其实这是足好的代志。哦，你看你这个班有阮这囡仔，吼，哎、欸、对，佮免费的上着台语课。对啊，我足侪囡仔去学校就会做台语老师、老师啊。哦，我无收钱的。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很进步了，因为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它通过了已经是入法，说你要尊重 我孩子也是国民嘛，对对，我这个孩子 的语言选择权啊，是啊，而且我们接触大部分的老师其实都是都很知道要尊重的啦、嗯、而且大部分的老师其实都会要说台语，只是他们都会嫌弃说、啊、我说得不认真说得不好，确实是因为大家没关系说，但是你如果是接说就回来了，语感就回来了、欸、你说有一个重点，我感觉很多人其实他有想要说，我也访问很多人說哎、說我就想要讲，不过我跟你讲，到底下咱受访的时阵，我阁是希望吼，我有欢喜讲啊吼，因为我台语无认得啊吼，其实差一步路而已哦吼。是啊，哎、嗯、呀，咱拢就惊啊，咱那是讲了，你让我可能到欢喜比遐尼顺嘛，无唔对，所以咱就放弃吼、嗯。你拢安那鼓励这些人讲，你甲讲嘞，恁都无跳过八年前，我台语讲到外烂嘞。哎、欸，我实在你已经袂歹啊呢，足好呀、啊。这我今嘛嘛无到八股等去八年前讲我大家知，不过我内底真正有台语原本讲我足歹的妈妈，伊连迄个算数一到十都拢算袂好。伊讲伊伫学校进前哦，因班要搬戏的时阵，雕工叫伊来讲台语，为虾米啊？因为介好笑，效果袂歹安尼。啊，但是因为这个妈妈伊去环游世界回来了后，转为外国的角度才发现讲，哎、欸，我奈无家己的。语言要家己的物件、嗯，所以才决定讲要对囡仔讲台语。啊，你后来共学团，嘿，啊，就因为有环境的支持，伊就是大刚对囡仔讲，啊，即马已经进步足侪，而且囡仔讲阿比更加好。我有看到吼、哦，嘿，国外有诶，爸爸妈妈讲阿无我吼，甲囡仔送去学台语啦，吼、哦，结果无故意讲海航，因讲了比我较好，吼、哦，因为囡仔诶迄个语言吼、哦、发展真紧。因那像我第一是推上嘛吼、嗯，所以咱咧讲要安那对接啦。其实卖教育系统感觉上要接接的台语是加真优先吼。啊，咱的囡仔讲台语，咱就知影嘛吼。是即卖大人家己莫歹势啦吼、嗯。
所以咱像这个九月二八啊，这个台语咯，这个活动啊，吼，因为咱去年冇办过，想讲去年我去的时阵，我感觉人嘛真济，最老个嘞吼，哦，家家拢小朋友，去年真正最老嘞，最老嘞嘞，各拢讲台语的小朋友，对对对，足济人吼，第一摆来，阮的活动拢会惊到，因为真正囡仔拢是讲台语的，你看到有诶较细汉的，甚至是囡仔要讲台语，其他拢个袂晓讲的安尼啊，足顺的啦吼，嘿，啊，所以阮一个嘛，就是讲，阮真正是要办台语活动啦，唔是甲台语。当作表演，不是跟台语起来跟他比赛用，台语就是我们生活的语言。哎，去年的活动是中心啦，啊，鼓励大家爱对囡仔讲母语啦，不管你的母语是叨一种安尼。啊，到今年哈，今年我们想要个更加 focus 在我们家己的囡仔身躯顶啊，就是这个囡仔讲台语大汉，但是伊离开家庭了后，伊受到的支持其实足少的。哦，虽然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，但是讲。实在语言环境非常的不公平，吼，资源差介济，所以这是阮协会想要拍拼的部分啦。啊，办这个活动是用阮家己的气力，啊，创造一个台语的时空，吼，大家来到这，你会使体验讲，哎、欸，我用台语写词啊啦，哦，啊，我听音乐会啦，啊，是讲这个讲堂吼有新教来甲咱，迄个角度在讲的是像吴静南老师啦，吼，来甲咱分享一寡足趣味的代志，吼，让你加较有知识安尼。啊，阮搁开学校哦。哦，阮伫即个台语教典馆有学校，哦，阮学校都是邀请足侪无同款的教育团体，用台语替阮的囡仔开课，算是予大家去体验一下讲原本的台湾，哦都、就是以台语为做通行语的啦，哦，哎、哦，阿、你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哦，哦，哦来到这个所在，什么代志拢是以台语为主体啦，哦，嗯、啊，你其他语言当然嘛是拢做优先的，我每规定讲你袂使讲啊。哎、嗯，咱、欸、看电视啊，以前拢会穿越我，哈、哦，对对对，我讲突然间你等于二十年前安怎，我迄当阵，哎，迄个脖颈拢爱顶掉呢，哦，伊就安尼穿越阿公阿嬷的时候，像不像无讲台语啊？好，亲像以前恁咧设计即届的活动哈，因为我看到我顶毛白就是足够水，有证书啦哈，性格啦，这叫欢呐哈，对对，啊个魔法师，嗯，魔法师，魔法师，好、嗯，这块的活动这那像白啊呢，这是要大人耍还是囡仔耍？大人囡仔拢会使，啊，这个角色是，阮是安尼设定的，咱到这个台语岛的时阵，你会当。对这个四个角色里面得到能量，啊，回去到自己的世界，啊，无论在这个语言还是性别，一些刻板的限制都会当做自己的主人，啊，重点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参加讲堂，我们就可以变成神角，啊，我们就有这个传承的能力，啊，我们如果是去参加这个课程，我们就可以变成证书，啊，就有证道的能力，这样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四个各式拢有无同的活动，啊去参与，咱去参加一项就会当得到一个礼物，咱唔免全部拢参加一项就会当。其实就是即马即个情形，只也看到这俩，这是大作啦吼，死搞的做大作嘿，啊你过关了后，你也使摕到你这个各式的大作，啊我呢这个桌顶馆有分做四区，哦四区无同款的区域，你那是即关啊即区吼，你过关完成，你就使摕到即关的这个能力安尼吼。所以嘛，有会当过关，哈，游戏，对，无同款的规则啦。譬如讲那个魔法书吼，你只要来听音乐会，啊，你就会使得到魔法书哦，使人欢喜，也真的连连安尼。那你讲吼，这个爸爸妈妈吼，啊，可是真正做个好行为哈。我有想到一个以前听过的故事，伊讲吼，上帝要给你的囡仔吼，每只人拢有一个礼物啦，啊，就故事嘛，啊，迄礼物就是好一只，迄鸟啊吼，而且嘴足大个安尼啊吼，爱给你送啦。啊，有一个爸爸妈妈生囡仔了后，讲奇怪，迄只鸟啊奈拢无来，我囡仔拢无礼物啊，啊，伊就去甲上帝讨吼，讲我囡仔无礼物，上帝讲啊，歹势，我即马欠回，啊，无安尼，我做一个上心，我感觉足好个，给你的囡仔，就是你这囡仔有。让人欢喜的能力，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。他跟我说，我觉得这个礼物比钱啊、水啊、烟斗更好。他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啊，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在想台语的时候，
你要看迄言教身教，期待拢总伫内底吼。嗯，对对对，阮即摆就是迄个，全全部拢有吼，啥物拢有嘿。你来遮，那是摕到这四种管理拢过过吼，安尼即个四种角色拢摕到安尼。我旧年去，我刚刚就趣味，因为咱咧就是活动，拢请啊请小朋友给你分享。嗯，因嘛拢讲啊真好啊，有诶个童言童语啊，一边无就是啥物意识形态，伊刚刚伊个讲台语真酷啦。好，也要讲，就主人啦。其实因为阮都是家庭啊，个共学团内底大概拢是使用这个语言嘛，迄本来都是阮生活的一部分啦，唔是为着要上台表演才讲。嗯嗯，已经平常心。像讲即个啊，吼，我顶下看就一个市集啦。嗯嗯，好，外口就一搭啊咧。好，那即个嘛是赶快嘛。对，阮即个嘛是有搭啊。即个诶，除了阮台记的推销的即个台记的社团以外，咱特别有好家仔啊，即、這个好家仔团体来教咱的身体自权，嘿，爱当保护互因知影安怎保护家己，啊嘛会当互时代知影讲安怎家己那有礼貌的鼓励，安尼，啊，佮有较特别的是这个和田岭文史工作室，这是在讲台湾的宝瓜，嘿，迄个小宝瓜，较早我会记得旧年还是顶年有一个迄个牛车来去，内底有两个小着张富贵加迄个尤安顺，因两个都在小唱这条宝瓜，有在唱宝瓜，嗯，啊，就这个宝瓜嘛是足趣味的，这是民间的文学，伊是亲像两瓜安尼啦。其他阿哥有迄、那个黑熊学院嘛也来，黑熊学院跟囡仔要安怎对口啊？请教者，伊毛开学囡仔课啊，哦，足重要呢。啊，而且阮即摆就是邀请因来遮，就是专程爱用台语来介绍遮足重要的知识安尼啦。嘿，哦，乌熊猫，囡仔课，我因为出口囡仔的册啊，甚至嘿，因为我有买啊。哇，你就好。全方位呢，吼，对，什么方面的拢有啦，无不顶。哎，阿华弟一来家吼，你过你去去每一节单啊，因弄个节小小的任务，请你去完成了，你就会使登节因啦。哎，阿你收集到偌济因啦，你就会使得到一个欢乐的能量吼，你就会使过关摕到阮这个奖品啦呢。对，这就是伫咧奇亚区诶，吼，奇亚区，哎，奇亚区诶，哈。我古年去奇亚区嘛，算足久诶。哎呀，冇食咩啊？我古年那就我有买冰淇淋。哦，对，阮去年真正是做足大摊，还搁请迄个食的摆摊的，而且阮搁甲因事前吼，拢爱做啥物，啊嘛未使讲是训练啦，就是讲阮的理念的传达，吼，甲因讲即活动，吼，大家讲台语，啊要安怎做，那是拄着不要讲台语的，咱会使安怎用友善的方式来回应，唔是一个啊，就直接转华语，吼，因为足侪即卖活动拢安尼，啊，不过阮今年无请食的啦，歹势，今年无食。今年阮母迄个学校来生也都足大摊吼，嘛是介好耍哦吼，也是爱来吼，就变成足侪台语安尼啦吼。亲像旧年我看遐小朋友吼，足侪这讲有一个几岁甲几岁哈。我拄则讲有开学校啦吼，学校的部分啊，阮有开八节课，这八节课嘛是各种方面的拢有哦，音乐课、数学课、历史课、艺术课、环境教育课吼、性教育课拢有。啊，为零岁到十二岁，你拢找得到，你会使来参加的课。这最厉害呢，因为我感觉咱有当台语拢讲，你有台语啊，拢甲限定语言啊吼。不过你现在想讲，我数学啊吼，啥我拢要用台语噶。对，啥物代志拢会使用台语来学的，本来所有的语言都是安尼啊，无讲限，干那限定伫咧啥物范围内底啊。哦，好，其实咱真正嘛用一个包括囡仔，咱就是生活上拢总会使，所以为伊开个口，你就知影讲，伊生活上是用台语的啦，哈。啊，以前有啥物要甲大家补充的无？即个活动，咱的这个课程的部分吗？那课程的部分，有这个 music together， 伊这是迄个美国的亲子音乐律动的课程，啊，这足穿的啦，这个活动足穿，啊，即个有请邀请因来开课，啊，个有迄、那个数学想想国，因是来用特别的方式来教数学，啊，伊即摆嘛是拢全部用台语。还有那个教人权教育台湾历史的，他要来分享那个李林事件，
听起来感觉就严肃的，但是咧有一句话叫做“第一公正甘食和回虾崩”，这句拢听过，这就是跟迄件代志有关系的。对对对，嘿，或者就是阮的这背这课吼，适合无同款年龄层，有无同款的主题，啊，详细的资料吼，请大家爱起来记得看囡仔的手，吓，行代志的路，阮的这个名册专业来看安尼。啊，咱若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讯息，不都有意思了嘛？为这资料个大来面顶，多谢多谢。播个无艺术，上精彩内容，伫 Spotify、Google Podcast、Go Apple Podcast 拢听得到哦。